可以，几个盒子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还是家乡农场风的区域单排，手拿了一把大连喷，打的是八星鹿弹，这把就有意思了，很明显是过来以小博大的，没成想还博成功了。两队满面队在绿馆里边打架，我过来之后一地的盒子，这些天也是没见过这种福利局。开局咱们俯卧在了仓库这边，准备直接开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。你家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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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，你家。我操了，那他妈给我一狙。刚跑过来之后发现前面有一个狙仔狙了我胳膊一枪，看什么在左边，小子真敢露啊，真该死。就在这时候发现原地还有一个喷子，有点打不到他，一把 M4， 咱们拿出支物炸他。这小子也掏雷了，注意躲他的手雷，再补一颗。这个雷震到了我的头部，掉血了，直接两处流血，不着急。俩人，先打一下状态。这小子突然之间没有动静了，再补个手雷，不知道他死没死。直接拉他近点，死了，看到盒子了，他直接死掉了。排了一下，附近好像是没有人了，先舔一下他的盒子，把他 M4 拿了。一把 M4， 看看他背包里边有没有大手术包，咱们也是没有带大手术包，发现他也没有，咱们就赶紧打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在这前面状态还没有打好呢，发现前面有一个踩水的声音，没有漏声纹，但是肯定是玩家，咱们先打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妈的，老六大概率是来老鼠了，就在正门刚才咱们过来的那一块，就那块有水，检查一下弹夹满的。把你家嘛换上子弹，这时候也是有点卡，网络问题，加一招。哎，臭六子，直接秒掉。我知道搁那呢，臭老六。紧接着打了一下自己的状态，然后就是舔包环节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边狙仔，然后炫下这边的盒子，一把 AUG， 一个武器甲，装备还算不错。这边的盒子刚才没有炫完，看一下弹罐里边有什么东西。嗯，把 M4 弹夹换掉。然后他这个背包我感觉好套包，就把背包换了。然后就是南麦田刚才那边突然之间响枪了，搁那边架了大概五六分钟也是没有发现玩家，然后我就直接炫包走人了。这边的话是一把 AX50， 也是个狙仔，然后把脱脂物拿一拿，看一下背包。哎呦，我操，搁哪上了个五头啊，六头啊，我操，摸的呀。这小子包里边居然有一个六级头，价值10万块钱。然后装备这时候炫的差不多了，就准备往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跑回来之后也是一点声纹都没有听到，然后我这边打的也是比较着急，就准备直接进去了，听到里边有个声纹，丢个手雷。这个手雷里边的声纹没有叫，确定是玩家了，好像是在厨房的位置，两个人不止一个，有一个人在绷绷带，被我炸到了，正前方还有一个人，丢个手雷排个点，把咱们的 AX 拿出来，正好可以用一下子，六倍镜的。正前方还有一个，一狙直接秒掉一个，厨房还有一个，这个声纹很近，就搁咱们的右手边，听他在换子弹，丢个摔炮。啊，这小子搁干啥呢？是摔他脸上了，直接小红人了，这小子，妈的，全体起立。战神起跳，直接睡觉。我的发！全死里边了。可以，几个盒子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剩下的就是菲菲的铁猫环节了。